些发明家真的没有创作瓶颈吗？夏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流很多的汗，如果不会游泳很容易把自己给淹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冰床辅助器，设计非常的人性，我们只需要像睡觉一样躺在里面，还设置了自动扣盖模式，只需要按动开关，看到了吗？这样不但身体会凉，心也会凉，非常的好用。王哥直接上路了。我们单身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需要自己去吃，很容易把我们给累死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隔壁王嫂喂饭机器人，设计非常人性，完全模拟人工操作。由于我现在不饿，让我隔壁王哥给你们演示一下效果如何。给王哥夹菜，喂王哥吃到嘴里。非常好呀。建议被子换成白色，一步到位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经常把被子踹掉，把我们给冻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自动盖被子辅助机，设计非常的人性，给你们试下效果如何。当我们把被子踹到这种程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启动开关，非常好用。确实很好用，再次醒来已经下辈子了。这种普通的小闹钟声音非常的小，唤不醒现在沉睡的年轻人。于是我就发明了这款叫起床服务机器人，设计非常的人性，给你们试下效果如何。第一步，语音唤醒功能，起床了撒娇。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起床的话，就可以启动第二步妈妈的叫醒方式，非常的好用。废话少说，直接上链接。这种普通的高跟鞋只有一个跟，而且路来十分的不稳定，非常的危险。于是我就根据某种生物走路的原理发明了这款八根鞋，设计非常的人性，来给你们试下效果如何。看到了吗？穿在脚上十分的霸气，尤其路也非常的稳妥，这回就算穿着高跟鞋去爬山我们也不会跌倒了，非常的好用。本世纪最牛逼的发明，给你们显摆一下我最新发明的多功能自行车座椅。首先就是它的防盗系统，只要锁上别人就骑不走，夏天的太阳还有雨水也不影响另一面的正常使用。考虑到冬季使用容易冻屁股，我还贴心的设计了座椅加热功能，如果我们骑累了还可以随时停下来来一顿铁板烧，非常的好用。你废了吗？这比达文西的要你命三千还牛。普通的名片容易被人忘记或丢弃，很难给公司做宣传，所以我发明了这个自锁式名片，它只要锁上就很难把它打开。哟，王总，王总你好，这我名片你收好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完全打不开，但它起到的宣传效果相当好，它永远都不会忘了我，我就给它开锁了。